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挑选我们无钢圈的尺寸哦。是最热销的好舒上跟好舒压呢，其实它的罩杯容透度很宽，因为它是没有钢圈的内衣，所以你们只要跟着自己的下胸围去挑选就可以了。怎么量呢？就是你可以穿着内衣量，或者是没有穿内衣都可以。胸下围的地方是围着它绕一圈，量一下你的尺寸。那我尺寸呢，就是落在83公分左右。那所以我可以穿XL， 就是对应我们的无钢圈系列，可以穿 XL， 也可以穿 2L。所以如果我想要稍微穿紧一点，我就穿 XL； 如果想要舒适一点，我就可以穿 2L， 好吗？所以如果是 B 到 F 罩杯的话呢，你都可以依照我们的下胸围直接做挑选就可以了。